天啊，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呢，到我们寿山动物园好好来玩一下，大家放轻松。再一次表达我们的市政府欢迎各位来参观我们的暑期夜间动物园，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暑假。各位小朋友，刘诗芳阿姨呢跟陈菊阿姨希望你们在暑假的时候呢，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常常晚上跟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常常到动物园来，跟动物园一起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好不好？那小各位就打个暑假快乐，多谢，谢谢。谢谢，请我们的副市长留步一下啊，我们的刘副市长阿姨，我知道要叫刘诗芳阿姨，哈哈，我要叫姐姐，对不对啊？请留步一下。我刚才想说哦，刚才我恭维，刚才中华也很激动，我发现哦，我们的刘诗芳阿姨也是很开心，对不对哈？那接下来呢，要请我们的哈副市长刘副市，因为马上要来进行的就是呢我们的开幕的光雕的祝酒仪式啦。来，现在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来欢迎我们的贵宾，欢迎我们吴明昌副局长，以及呢许淑国秘书，以及呢张博宇主任，我们志峰的队长啊，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副市长提到我们志峰的队长，在这里也邀请麦东宝总干事，以及呢陈俊良副理事长，同时也来邀请润台理事长，还有陈冠雅总经理，同时也邀请蔡中基副理事长，以及呢周玛丽总干事，欢迎，再次的欢迎你们。我们的地板哈要比较小心一点哦，哈，我们的地板比较滑一点，大家小心。等一下呢，哈，我们的刘诗芳阿姨会带领着我们的呢，哈，贵宾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光雕哈祝酒仪式，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一个开幕。那在第一个呢活动当中，当然就是希望把所有最棒的好活动还有优惠的讯息来传达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如同呢副市长所提到的哦，也就是呢希望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我们的推广可以让更多我们高雄的市民朋友，或者是呢我们的好朋友来到高雄的时候都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娱乐，尤其呢我们的双元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优惠活动，对不对？让大家来到高雄有非常多的景点游乐的这个区都可以哈，一起来感受一下高雄呢最快乐的一个暑假。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对不对哈？还有呢我们的 Super Animal 也在呢我们的现场跟着呢一起哈来进行今天的这个光雕祝酒的仪式。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现场的朋友哎，5321又可以一起来数了，小朋友开不开心？从五开始哦，大声喊出来，5、4、3、2、1，请祝酒。非常的开心的。
好，我们呢有看到刚才呢是把这个最优惠的讯息，还有呢最开心的这个呢活动啊进行的开幕的仪式。那其实呢，不单单只是让大家能在高雄可以玩得很开心，其实这些的动物园呢，也要我们一起来保佑我们的动物，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为电影的游赛。那么呢，我们现在也就是呢备受瞩目，要来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了。那我们知道呢，在这次的颁奖典礼当中，我们要来颁发的是前三名。我们现在也把前三名的这个名单啊揭晓一下，以及我们的冠军，你在哪里？那如果呢，大家想要看到我们这个南湘的作品，可以在呢我们寿山动物园的这个官网哦，以及呢 FB 的这个粉丝团都可以来看得到哦。他已经想说我很注意哦，他又比较会讲哦，讲一下你怎么心情。很热情，我选中间有一个穿着灰色衣服戴着眼镜的妈妈，然后妹妹，对，妹妹是那个穿着白色洋装，对，就是你。你对麦克风大声说，妹妹你说，你说我旁边这位很漂亮的姐姐是什么姐姐？月亮姐姐，恭喜你答对啦，来送给你哦。都很有精神哦，小心小心。好，等一下还有更多的礼物哦。那我手上这个礼物很简单，你们大声的告诉我，旁边这一位哥哥他是最喜欢喝柳丁汁的，谁啊？有没有大声？超大声的，超级开心的，大家都在说你的名字。对啊。好，我刚刚有看到那边有一位穿黑白条纹洋装的妹妹呢，手上拿了一个很像扇子透明的，对，就是你了。那希望这次麦克风会有声音吗？大声说，你好棒哦，帮你拍拍手，好可爱哟。好，这是送给妹妹哟。啊，我们的这个动物园的夜间游园的时段哈，那是为了要这个在暑假期间哈，其实高雄的地区的这个天气蛮炎热的哈，那而且这个我们在这个市区的夜间呢，也希望能够在暑假期间能够多这个提供哈这个市区里面的一个这个游憩和休闲的一个场域的这个哈丰富度啊，所以我们呢在从这个今天6月29号开始啊，整个啊暑假的期间到9月1号，那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哈，动物园会延长开放到晚上的9点钟啊，那各位在8点半前入园啊，那我们呢在以这个不影响动物的状况下呢，我们把这个啊园区的这个开放时间呢着于在假日的时候做个延长，一方面的话也这个方便哈我们大高雄还有各地哈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啊民众哈能够呢啊利用来高雄玩的时候啊，能够利用这个午后比较凉爽的时间啊，能够来到动物园来这个参观。那同时今年的话，我们也推出了许多的这些游憩设施啊，包含这个啊 3D 和 4D 的动感剧院，那以及这个有导览解说的游园车的服务，那可以让民众呢在更这个舒适而且更多元的这种游乐和游憩的这种选择。那同时的话呢啊，在这个午后来这个动物园参观，其实也可以看到啊动物比较活泼哈，比较多这个活动的一个行为啊，那也搭配这个啊，在这个午后的延长开放，在假日的时间呢，我们会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啊，这个啊6点半钟啊5点钟和6点半钟呢，我们都会有这个动物行为丰富化的一些这个操作啊，让民众能够了解啊这些的一些动物的他们的这个习性行为啊，那所以这个趁着这个啊午后比较凉爽的状况下的话，它的这个参观效果也会比较好，是。对动物的作息啊？没有，那个不会，对不会，因为其实我们各种动物的话呢，啊，它在白天和在晚上都有它们各自的行为，都是可以供大家来做一个观察。那不过呢，各位在参观动物园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就是呢，啊，在参观的时候呢，不要去做骚扰动物的，比如说拍打我们的这些参观界面、玻璃窗或是栏杆，那也不要用这个闪光灯来做拍照啊。那这个遵守我们的解说人员的这些啊服务的话呢，那这个也可以再做到这个啊不骚扰动物的状况下来做参观，是。问题是全区开放还是？对，全区的话都基本上是全区开放了，除了大鸟园之外是全区都是开放的，是。那预计会有多少人潮？今年的话，我们预计可以到达30,000人，就是在整个夜间游园的入园时段来统计的话，应该会较往年再有一些成长，是。谢谢。目前的这个指标怎么都弄得很好吗？晚上你会哦，对，那个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参观的这个展区的话呢，都会有我们的动线和指标啊，那也包含我们还有这个导览解说的一些折页啊，那这个上面的动线都非常清楚，那而且还标示出了游园车的动线，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门口这一边的红鹤站搭车，那就可以在园区内哈啊五个车站哈，那这个来任意来选上下车，那也可以从这边进入到支线里面的步道来做参观，相关的导览的这些动线呢，依照这个动线来指示的话，全部园区都可以参观到，是，谢谢，谢谢。喜欢吃冰淇淋吗？喜欢，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吃冰淇淋，但是卖冰淇淋之前，你们一样要往后退两步，好不好？我看了有一点担心，一步、两步往后。月亮队，加油加油哦！我们一起来卖冰淇淋哦，把你的手手准备好，我们要现在拍手哦，预备，一起来，一二三。来动物园的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好玩。你要去看什么动物？白老虎。你要去看白老虎？那他如果在睡觉怎么办？没有，是没有在睡觉。没有。白老虎在哪里？知道吗？我知道。知道，有看过。我不知道。不知道。再直接带你去看，好不好？一二三。可以啊，还有一片两片。
来，听一下。一、二、三、四、五、八。